您好，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很高兴和您相会在今天的《中国文艺》，我是盛楠。从最初的互相不了解，到后来的配合默契，演员莫小琪和魔术师刘世杰这对魔星搭档可以说是付出了许多努力。他们通过无数次的磨合，在大魔术师的舞台上大玩读心术。精彩的魔幻世界，变幻莫测，悬念不断。魔术师与明星搭档制造出不可思议的奇迹。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魔星搭档》，今天我们的表演呢很特别，我们用到的是这个箱子。这个箱子里面呢有一个管子，差不多这么大，透明的。管子里面呢有一张纸，打开以后差不多有这么大，纸上面呢记载了一些事情。那现在呢它会被我锁在这个箱子里面，然后当然我要把它挂在空中，让任何人都不要碰到这个箱子。来，好的，箱子已经被我们放在了半空中。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介绍我身后的这四样东西，是我们要在这个表演中用到的。首先是一张中国的地图，然后呢是这个巨大的记事本，以及这个小型的俄罗斯转盘，还有就是我们工业用的卷尺。然后呢，要配合我们完成这个表演，我们希望请一位嘉宾。那我想，王刚老师啊，嗨，不知道，对，非常希望您能够来。你看，你看，你高兴的，就想上台去表演。人那也得故作矜持一点。哎，谢谢王刚老师。通常，魔术师请观众上台，大家都会觉得我们事先有沟通过，我是托，我怎么跟大家发誓呢？好，不要发誓，不要发誓。我会告诉你，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算我们事先串通过，就算您跟我练习了100次，没有都做不到。为什么呢？来，小琪介绍一下。王老师，来，请您跟我来这边。我们要在这张地图上呢选出一个地名，用到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个飞镖。那我把这个呢交到王刚老师的手上，请您退到我们的这个标识之外，这里，然后向我们的这个地图上去选中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地名。但是先说清楚了，如果您没有加重一个准确的地名，那您可以自己过去选择一个跟这个飞镖落点最接近的地方作为我们选择的地名，可以吗？我小时候地理课非常好，尤其对我们中国地图那是了然于胸。 好的，好，那孟老师请。但你的飞镖功夫不一定好，孟老师请你让远一点，小心扎你身上的。是的，是的，谢谢国立老师提醒。你我所以说这个随机性很强了，对不对？来来啊，来，请王刚老师。能不能扎到我的老家东北呢？那我刚才要求太什么了？好，命中，好了吗？来看一下。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哪儿？稍微往外面一点。甘肃，甘肃天水附近。来，包刚老师来。啊，来，您射中的位置。啊，在这边。对，天水地区嘛，就在这儿嘛。对呀。好。所以您选择。你选择一个离这是天水还是重庆呢？您看。我天水，大家更地方更大一点。好，行，那好。天水。天水，对对对对，好，请刘老师把这个地方，为了大家看清楚，我们把它写在这里，天水，甘肃，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天水，这很随机的，对不对？当然，好，来，王刚老师，下面我们还有，这里有一个轮盘，来，请王刚老师站在这里，我先示范一次，我们这有两颗小木球，我们先转动这个轮盘，轮盘上面有数字，每个数字呢它有红色跟黑色来代表。好，我们先转动这个轮盘，然后把这两个小球呢丢进去，抛进去，丢进去以后你用手按停它，我们就会选中两个数字，对不对？对，13黑色，11黑色，对不对？好，现在由您来。好，您来转动一下这个轮盘。知道了，把小球丢进去，先转后丢。对，先转，走。
Go。好，这要转很久，您可以按停它。抽。好，请告诉大家，您选到的是黑十七，红十八。黑十七，红十八，红十八。嗯，我们还需要再来一次。我们要四个数字。哦呦，来，这还得记得住。走，停。好，红十四，红二十七，红十四，红二十七。好，小齐把它清楚的都写到了这个板上面。那接下来还有王凯老师，请您跟我到台前面来。这个就放这儿了啊。对，展示的会更清楚。这事儿还挺多。我这个手中呢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业卷尺，没错，上面呢是有刻度的，对不对？嗯。所以说我们需要您帮我们在这个刻度上选出一个长度。是随机的，所以说我拉着这一头，您拉着这个，但是您不可以看，可以背身向我，往舞台的那一端走去。背身向。想停的时候就停，然后我们看这个刻度是多少。好，开始。你想停就停下啊！我想停就停下啊！停。停，好。可以了吗？好，不要动，不要动，我们看一下，您在停的这个位置是多少？好，来，王老师，您也可以回头看一下，回来看一下，您可以看一下尺子上的刻度，现在是停留在863，863，863 cm。嗯，好，863，863厘米，863，嗯，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来，王老师，请引导。完全随机，对，啊，意味着它是完全随机做成的。嗯，好，最后我们还有一样东西，是一些小卡片。那这些卡片上面呢，是一些电影的人物，看到了吗？嗯，这个是机械战警，好，金刚狼，好，蝙蝠侠，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还有绿巨人呢、啊。有些我未必认识的那么全呢、啊。没关系，没关系。现在我把牌切下，好，现在请伸出一根手指，随便放到一张上面，随便一张。好，这一张，您要改吗？不改，不改。好，好，再是最上面的这一张，没有任何问题，对不对？好，请您拿着这一张给两位评审。哎，你也自己看，给所有人看，就是不能给我和小齐看到。不要让我们知道，不要说出来。对，嗯，认识吗？好了吗？好了吗？哦，认识。好了吗？知道，可以了。好，来，可以了。可以了吗？可以了吗？好，好。那请王刚老师拿着这张卡片回去休息一下。回到您的座位上。这给我了。对。这是要干什么呢？我想跟在座各位所有朋友，你们还记得在一开始我们挂在半空中的那个箱子吗？来，我们现在把箱子，还记得吗？现在我们把箱子降下来，降下来看一下，来，慢一点，哎，来，好了，好，升起来，就把绳索收走。同样的，我说过箱子里面有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把它拿出来。来，好，一个透明的管子，管子里面呢有一张纸，纸上面呢它记载了一些事情。好，大家要屏住呼吸了。我们王刚老师他选择了一个城市，对，那个城市就是天水。天水，不可思议，它一直挂在空中。来，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把它贴在我们写的这幅图的旁边。对，好，来，来，天水，它选的号码就是黑色的17，红色的18，红色的14和红色的27，对吗？好，它尺子选择的距离是863 cm。还没有完，最后王刚老师选择了一个电影的人物，对不对？你选择的人物就是咦，怎么搞的？是什么呢？不用担心，不用替我和小新捏一把汗，
其实王小琪早就知道，你会选择是什么？对。啊！啊！来，好，谢谢大家。作为大魔术师舞台上的学员，莫小琪总是打破常规，迎难而上，挑战导师刘世杰最擅长的变鸽子魔术，变幻莫测的手法，眼花缭乱的道具，任何你想象不到的物件都能乍现那纯白的身影。你在我工作室很久了，对不对？对。但是你对这上面的东西都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是钱的魔术师的海报，然后还有很多魔术师来过我这里。其实工作室里面的东西呢，都比较有点特殊的含义，也让他多了解一些关于魔术的历史也好，因为后面我们要变的东西是非常经典的魔术。其实我们用到的呢，是一个和你大吃一惊的东西，就是这个。什么东西？听到声音了吗？这是我多年魔术生涯里面最擅长的一样魔术，鸽子。活的？当然了。等一下，它会咬人吗？我害怕，我害怕这些活物跟活的练就太难了。可以放在你的手上。放我手上啊。不用害怕啦。嗯。呦，等一下。跟鸽子在一起需要极大的耐心。这个就需要小琪去克服这个心理，因为我感觉他有点害怕这个鸽子的这种动物。很简单，我们让培养感情就是把手放上吃的放进去，让他觉得手不会伤害他，这就是第一步。你又有压力，但是又很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绝招，他能把这个绝招都传授给我，我觉得他这是对我特别特别大的认可和尊重吧。我们要用到鸽子表演一些小节目，好不好？好。有信心吗？有。好，这次我们用到的就是鸽子。哎，等等等等等。哎
so unbelievable. 一直走酷炫魔术的魔星搭档莫小琪和刘世杰一反常态走起了温情路线。莫小琪化身为白衣翩翩的仙子，不仅为留守儿童变出了漫天飞扬的雪花，更是通过魔术的力量为他们圆了梦，在大魔术师的舞台上打出了一张温暖的亲情牌。哦，我来了。这么多肉啊！是啊，因为我觉得你每天练得很辛苦，所以想多点点有营养的给你补补身体。好吧，我们就开动吧。我要谢谢你，因为你真的在这个里面付出了特别多。哎呀，我辛苦哈、别提了。就是我准备给你颁发一个奖状。啊！我看一下，鉴于你娘胎能文，打小会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上知天下下知厨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特此授予你文艺青年。啊，谢谢刘老师。给学生倾注了天下最伟大、最高尚、最无私的爱，教出了我这个文艺青年。对，我是被你教出来的。我们不愧最佳搭档。对呀、这一个比赛是我获得最多个人体验的。一个比赛，一个过程，当然这个体验有苦有乐，然后也有那种极度的，就是紧张或者是失控。是我想把我在这个比赛里学到的这些东西，能够持续在我生命中延续下去的。大家好，我是黑先生刘世杰。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魔术？魔术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我一直认为魔术可以给人带来欢乐、梦想与希望。直到有一次，我去了一个西北的小山村去表演魔术，到了那里我才发现，他们根本就不需要魔术，他们需要的是果腹的食物和干净的水。还有一次，我到云南的一个小山村去表演魔术，到了那里我也发现，他们也不需要魔术，他们需要的是保暖的衣服和一双舒适的鞋。直到有一次，那是2011年12月11日，我去到了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地方，那是河南一个叫大园村的地方，那里有所学校非常非常特别，里面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一年他们才能见到父母一次。我给他们表演了很多很多魔术，他们非常非常开心。但是有一个小女孩一直闷闷不乐，我问她，你最想看到什么魔术？我最想看到雪。为什么？下雪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回来。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每到冬天、过年的时候，爸爸妈妈才会回来，和他的宝宝团聚。听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心痛。于是，我拿起了一把剪刀和一张纸巾。我为他剪了一个雪花，真正的雪花并不是这样子的，这是雪花被放大了的样子，真正的雪花
非常非常小，更重要的是，真正的雪花是水做的。很遗憾，当时我只完成了他一半的愿望，但我答应他，有一天我一定要让他愿望成真。今天在这里，我就要实现我的承诺。我们都说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于生活，魔术的灵感同样也是从生活中汲取的。魔性搭档刘世杰和莫小琪就将他们提取的养分运用到了大魔术师的舞台上，为我们展现了耍大牌的技巧，热辣的舞蹈和惊人的牌技瞬间就吸引了众人的眼球。You can't keep a good girl down.
是可以，行不行？Show them how it's done. Get it over to the soul. And we've only just begun.